他这一罐都是医德哎，很可怕哎，这些医生有够变态的哎，我真的是吓到哎，他等于是诅咒别人哎，他诅咒别人去死哎，非常非常恶毒，所以这个恶毒下流的车艺，除了周玉蔻之外，我觉得也可以送给。非常下流而且恶毒的行为，你有种就再讲一次，你脸书上不是很秋吗？哪里曲解了我们？到底哪里曲解你？你就是在诅咒别人。他昨天说他被抹黑了。对啊，抹黑没有说你个头啦！你昨天。这个另外我好朋友施淑华拿罹癌攻击中，会已经网红爆，名医起底黑历史。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前情提要一下。总之呢，就是施淑华的脸书粉专，然后被下架，然后说永久下架，然后呢，中慧君就发了一篇文章讲说爽啦，这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一天到晚在那边讲那些543的，然后就被下架了。然后呢，就这样子。而结果施淑华脸书好像什么被下架5天之后，他申诉成功又回来了，然后他就发了一篇 tag 中慧君。tag 钟佩君，然后说怎样，我回来啦，我死啦，我又回来啦，我死啦，我又回来，什么这样子？然后钟佩君又回文就讲说啊，欢迎回来，欢迎你强势回归，笑话不要停。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架，然后吵到一半的时候，史书华就把罹癌这件事情拿出来，然后但是他要讲要攻击人家罹癌这件事情，然后也不做功课。钟佩君得的是肺腺的肿瘤，然后呢，结果他写他得了乳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淑华真的不要这样啦。不是，我觉得恐怖的是吼，就是你还敢去他，就是他的诊所看别的医生当然可以，你还敢去他的诊所看他的诊吗？他如果就是你去那边，然后他一查病历资料，发现说你有哈哈哈哈的 hashtag， 或是小心得地，会不会你醒来门牙都没了啊？我觉得这个人没有医德哎、欸，他们这一罐都这样。那吴兴代之前不是也说吗？什么要投个韩国瑜的，我就要开嗜睡药给他，让他睡过选举。很可怕哎、欸，这些医生有够变态的哎、欸，我真的是吓到哎、欸，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自认为是一个医生的话，就我当然还是觉得攻击任何人的病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你不是医生，跟你是医生攻击别人的病，那又是有一个坎在，你又跨过那个门槛了。你做一个医生，你可以随便拿别人的，而且他等于是诅咒别人哎、欸，他诅咒别人去死、欸、说你复发，对啊，暗酸说他复发的话，我也不会怎么送花什么之类的，那个你等于是非常非常恶毒，所以。这个恶毒下流的车艺，除了周玉蔻之外，我觉得也可以送给史书华嘛。就是有你们这一群败票仔，2022年才会输得这么惨，所以难怪钟佩君说请继续你的表演。这种医生真的是有够肮脏，够就是你做医生的人，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正常立场，我一点都不在意，我没有那种高的道德标准说哦，你们要保持客观专业，不用。但是你没有必要做一个医生，拿别人的病史去攻击别人，这是非常下流而且恶毒的行为。然后呢？你今天自己被骂之后，你还在那边说什么？哦，没有，受访的时候讲的云淡风轻。你有种就再讲一次，再骂一次嘛！你脸书上不是很秋吗？你脸书上不是讲很爽吗？为什么媒体今天访问你的时候，哦，你一副就说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曲解，哪里曲解了？那整段话都在上面，我们到底哪里曲解你？你就是在诅咒别人。他昨天说他被抹黑了。对啊，抹黑没有抹你个头啦！你才抹黑他得乳癌嘞，他根本就没有得乳癌，你才抹黑。他可能贴牌贴习惯了。对啊，原本是 A 贴完之后就变 B， 他也没啥。而且。如果他有点常识的话，知道这人家心里的痛，这是甚至是说他们家有这样子一个病史，你还可以讲成这样。所以请各位要去看牙医的人哦，你去就算去他们医院，也千万不要选择实医师，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因为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跟你不同，然后就去恶意重伤你，谁知道会不会对你动手脚、啊？我觉得实医师，你现在如果要挽回一些你的社会公众形象，如果你在意的话啦，我觉得你现在就不如就团购漱口水吧，先从自己开始，然后你就喝了。我说我喝了这漱口水之后，我嘴巴没这么臭咯，然后呢，搞不好还有人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用哦。所以好不好 ？OK， 试一试，加油。你知道，其实我昨天看钟佩君的故事啊，钟佩君写的东西，然后还有看你，然后呢，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还蛮荣幸，然后交你们这样的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们都像他昨天写，就说就是他就讲自己就是。其实我因为我跟他很好，所以常常有时候他酒过三巡之后，然后那个比较感性的一面就会露出来。然后这件事情一直是他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事情，因为他家里包括他母亲，然后呢还有他一直就是反正家人家族里面有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他年纪轻轻就得这个，平常就是一个你知道大笑姑婆那样大喇喇的人，然后其实就是很在意自己活不了多久。然后好不容易手术成功之后，然后呢就是那种酒过三巡之后，他心里面还是有这一个坎。然后
结果呢，然后呢，比战，你以为原本就是政治比战，政治比战就像你刚刚讲的，尖酸刻薄，但是尖酸刻薄又怎么样？但是至少我基于事实讲话，然后不做人身攻击，但是我讲话很尖锐又怎么样？原本只是以为这是一场这样的比战，结果就开始人家就开始对你进行这样的人身攻击。钟佩君讲的那个死亡是粉砖的死亡，然后史书华攻击他的是他生命的死亡。然后就是突然就觉得，哇靠，怎么站到这么没有下限？然后他后来又出来讲说，他觉得他原本想要把他封锁，就当我看不到就算了。可是后来觉得说，也许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人都跟他一样，就是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不管是在心灵上面，或在生理上面，会怀疑自己是做错什么，才会遭遇到这种事情。那他就觉得说，他不能做那个。他是公众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病史，所以他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要告诉别人说，其实你都是有选择的。没错，你都是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很强力的去面对、去反击。你当然想要选择不反击，想要这个眼不见为净也是一种方式。但是要告诉别人的，就是要告诉这些病友的，就是你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你不用都是隐忍那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勇敢。还有像你也是。那你也是，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我也觉得跟佩君讲的一样。对，我也是觉得你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就是你就想要什么就去讲什么，不是在那边就是想要什么，然后呢就在那边妖鬼，这个我不太会讲，就是反正就是很饿，对，然后呢要想要吃，然后口水都已经流到地上了。都还要在那边装说什么啊？没有啊，怎样？因为我 style 就是把选民都当我家人啊。有时候选民来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说因为我不想骗你啊，就是我想，因为我把你当家人，你会骗你的家人吗？我就跟你讲真的、啊，我就我讲的东西，你可以像凯翔之前上礼拜讲过吗？我私下跟你们现在看到基本上没什么差，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我就是觉得说，就做自己就好啦，就当一个真的人嘛。那当然这个很痛苦，因为你在这个体系里面，你要做你自己，然后你要跟这个体制里面去做很多的搏斗，这是很痛苦的事。可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对啊。然后像佩君他去对抗史书华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就是大力的声援，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些侧翼在霸凌我们的人的时候，为什么我每一次都会出来挑战他，宁可冒上就是被人家说我刷嘴皮子这样子的一个帽子扣在我身上，甚至这次是自己人，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因为侧翼他们到底在干嘛？你要看清楚，他们就是在对你进行情绪勒索，知道吗？他们就是在对我们进行情绪勒索，他们觉得他不断这样子攻去羞辱你，然后去批判你，然后围攻你，你就会怕，你就觉得不想讲了。你就觉得不想跟他讲了，这么麻烦干嘛？然后遍体鳞伤，然后你觉得这样子，甚至是一种羞耻，甚至觉得很尴尬，不想讲了。国民党在拉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对，他就用饱和攻击让你不敢讲话，不敢讲了。可是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你大家都不敢讲，对，越是他攻击你，就是越是要讲，你就是越是要讲回去，因为情绪勒索的第一课就叫做不要让对方得逞。你知道他今天所作所为就是想让你闭嘴，你就不可以闭嘴。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天是以身作则，是会让很多其他的网友，当他们也被那塔利班出征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当有一个人他很勇敢的面对这些侧翼网军去批，就去打回去的时候，其他曾经被出征的人，你知道吗？包括很多民进党的，他们都看到我的时候，私下都会说：“我觉得你很勇敢，因为其实如果是我，我也想像你这样。”对啊，就是你可以让他们觉得，连民进党的、偏绿的、等一下再跟你讲是谁，这个小本本又要出来，他都觉得说他曾经也因为自己是绿的，可是讲了一两句说民进党哪里做不对，哦，就被疯狂攻击。啊，不就高嘉瑜吗？没有，还有还有别人是不是？偷偷打给你看，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些人真的很可恶，他们也。被攻击过，然后但是他们的立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他们只能默默承受。那有一个人让他们吃了闷亏，他们觉得很爽，你知道，所以是有很多人他的支持链他是出不来，因为他们就是在做一种霸凌的行为。那你最近很多人在看《黑暗荣耀》嘛，对不对？当有一群人霸凌你的时候，你选择默默承受，跟有人勇敢站出来，勇敢站出来的人当然会很容易受伤啊。但是呢，如果都没有人站出来的话，这样子的。负面的循环就会继续啊，那我们的社会就会一直不断的等于纵容这些网军跟车翼的攻击啊，不可以的。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之前蔡总统的那句名言，说在那个时代不是大家都选择屈服吗？大家都选择屈服嘛，就在讲说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当年，当然这个议题我不讨论，只是我是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在党国时期，然后他压迫人民的时候，大家都选择屈服，那少数一两个人，他其实就是让就像是一个灯塔一样。
然后让很多人在黑暗当中看到说有可以不同的选择。嗯，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千夫所指，然后呢，勇往直前的勇气，因为它会有后坐力的，所以那种就很重要。比如说，我看到在中佩君的脸书下面就有很多人去声援，然后徐小欣也会去，或者徐小欣被嫖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声援他。嗯，就是当这张网路真的支起来之后，就会有更多人然后选择去勇敢的怎样，不然对不对？不然对不对？人家随便扣你一个哈哈哈哈。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它是长时间的细火去熬煮它，把所有的鲜味呢供给到一炉进去，里面的蛋白质啊，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推荐给大家，记得要输入 CTI 567 CTI 我辣7。